第五，神学原理要靠着圣灵和信心，圣灵应该是不变的，多听到，但哪些道是从圣灵来的，而不是很多传道人自我所以嘛，哎呀，大家一定要训练自己，你要说什么，你得想清楚你要说什么，然后你得说清楚你要说什么，这样老师才能够理解啊你在说什么。 有好多同学提问，这个句号也没有，逗号好多，然后主语好几个，宾语好几个，换来换去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哈。我试着去理解哈，神学原理靠圣灵和信心，因为我们提到了这个神学原理，圣灵的和内内在和外在原理，圣灵应该是不变的，对，不变的。多听到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但道是从圣灵而来的，而不是很多传道人。OK。 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哈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理解哈神学，神学原理里面我们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和信心的作用。一个人要想做神学，离不开圣灵。我们当时谈到圣灵，主要是谈到圣灵的光照哈。为什么圣灵如果不光照，我们不重生，我们理性不重生，我们的灵魂不重生，这个死人是做不了神学的哈。 连神都不认识，连信神都不信神，处在神仇敌的状况当中，他不可能敬拜神、认神为神、告白神为神哈。所以需要圣灵的光照。其中不仅是这样，还有个从认识论上来角度，离不开圣灵的光照。圣灵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圣灵不止漠视了圣经、启示，漠视了圣经，圣灵还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明白、进入、理解圣经哈。所以离开圣灵。 我们这个人无法认识神，甚至我们的思考一样，不仅是理解圣经的意思，我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需要，呃，圣灵的引导哈。我们的思考、我们的悟性、我们的心灵，需要在圣灵的引导更新下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科学的旨意。这种更新是借着真理和圣灵更新的哈，光有真理没有圣灵的工作是达不到那种更新的果效。 所以有真理和圣灵的作为，我们的思想被更新，更新的心意，这个就或者说是重生哈，用加尔文的概念就重生，更新的心意才能够啊明白神的旨意哈。所以做神学离不开这种圣灵的光照。那主观这个方面的信心，我们内在的原理，是我们说信心是一种工具，像接受真理的工具，圣灵将真理启示给我们。 我们是借着信心去领受这真理的啊，认识神、认识真理的基本前提是一定要有信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许愿、啊，信神的人必信神的存在和神乐意赏赐能寻求他的人。 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吗？我没有信心，怎么与神相交呢？只能是恐惧战兢，逃避神的审判和咒诅而已。所以在信心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联合，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领受基督为我们所赚得的一切的恩惠，父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子，不再是仇敌，我们与父和好，并并且成为他的儿。 后死养子，呃，承受他的产业，他悦纳我们，等等，我们才能够敬拜他、爱他、侍奉他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做神学的其中内在的原理就是我们的信心必须有信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提到了神学的原理、圣灵和信心啊。那这里面提到了宣讲，你的重点可能是，既然我们做神学，这个可能你混淆了一个概念哈。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神学。 就是我在读经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圣灵的工作、信心的工作，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？我是这种我知为何知，我如何知？哦，有神的恩典，接着圣灵的光照，信心去接受神的真理等等。呃，理性在圣灵的光照下等等发挥作用。涉及到另一方面，圣灵接着他的道来赐给我们信心，坚固我们信心的时候，特别是传道人，这里面道是从圣灵来的。 我能理解你说的什么意思，但是根据圣经呢，是这个道是从基督来的，基督是一切真理的源头，基督差遣的圣灵是圣灵将基督所托付、所教导的真理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想起来哈，圣灵来是不是加添基督工作的不足的地方？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，并且延续基督的工作，甚至是将基督所做的。 教导更加清楚明了的，让教会能够接纳哈。那这里面说很多传道人自我感动的道呢？所以说传道人心里面有圣灵不错，是不是有圣灵就一定这个你所说的道从圣灵来，他讲的道就一定是真理，还是自己感动的呢？所以这是好多概念混在一起哈。 做神学的眼里是强调我的圣灵在我里面信心的工作，然后又圣灵和神的道之间的关系啊，然后又讲到传道人的讲道的问题哈、啊，所以我就重点，我觉得你重点是这里面谈到了宣讲的道哈、啊。那么道分好多种，人格性的永恒的道，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那个太初的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。 然后就是道哈，后来是这个道十四节道成了肉身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，成为肉身的基督耶稣。然后后来他所教导的，透过新旧约圣经所教导的，借着圣灵所漠视灵感的记录在圣经里面的道，那个叫成文的道。那教会里面，当我们去宣讲的时候，这个被称为宣讲的道哈。那宣讲的道，它之所以成为道。 不在于传道人心里有没有圣灵，有圣灵他是个人的问题，他从没重生，他在解经的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，他宣讲的是圣灵的工作，当然这个也很重要。但是之所以成为道，啊，和我们所说的那个文字的道有个本质的差别。宣讲的道主要责任，虽然新约里面说到先知讲道，先知讲道更直白，用人能听懂的话来理解，不是旧约先知直接领受。 神的话，然后去宣讲，而是解释圣经。所以旧约里面是直接启示、领受启示，先知也好，使徒也好，他们是启示的承载者。上帝将他的话托付给他们，让他们记录下来，传承给教会。所以他们之间是直接启示哈、啊。当然，这个直接也不排除他们曾经引用别的作品，是参考了别的作品哈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宣讲不是直接启示哈、啊。 不是没有中介的，因为我们所宣讲的不是直接没有圣经、没有先知使徒的教导，我们直接从神那听来的、梦来的、看见的、感觉到的，不是我们是宣讲的道，是我们是宣讲圣经的道哈、啊，阅读、解释、阐明、宣布、教导圣经的教导，所以我们不是真理的一手的领受者哈、啊，跟使徒先知不一样，我们乃是将使徒先知。 留下来的，借着圣灵末世下来的、传承下来的这个成文的道去解释、去理解，终于圣经的教导被宣讲出来了，这个叫讲道。那你说我站在讲台上，奉耶稣的名，然后胡诌八咧的话，讲一些跟圣经里面没有关系的，我自己的领悟，我自己做的狗梦，用韩国话就给梦，就是狗梦哈。 就是乱七八糟的梦，根本跟启示什么，呃，神没有关系。我自己今天想多了，我自己这个生理有问题，精神有问题，或者是神经敏感，做了一些改梦、狗梦，然后我拿出来当启示，那我岂不成为假先知了嘛？对不对？新约的教导是忠于圣经，传讲圣经，教导圣经，重点是忠于圣经。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什么圣灵的工作、信心的工作、是经学的工作，然后如何去。 理解诠释圣经的问题，然后要传讲呢，又涉及到什么这个讲道法啊，什么从释经到讲道、解经等等综合性的知识啊，所以综合性的知识和技术，忠于圣经、传达圣经的教导，在预备讲章、宣讲的过程以及宣讲之后，当然离不开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不确定、不保障传道人所讲的一定是完全纯正的真理，为什么？ 传道人自己对圣经理解的正确不正确是一回事儿，传道人完全被圣灵充满引导是另一回事儿。传道人先天性的知识性的不足，圣灵感动他了，也没有办法超越他自人天山天然的这个弱点，因为圣灵在传道人身上的做工跟圣经作者的做工不一样，在圣经作者的领受启示这些特殊的器皿上。 确保他们不至于出现错误，忠于，呃神的旨意去记录下来，所以它是无误的。但是这种恩典在传道人身上是不不具备的。很多的牧师也会讲，不是说去完全错，但是也有微妙的错误，甚至严重的错误，甚至异端性的教导也有。虽然他是忠心的、诚实的，努力去传讲神的话，但是跟他的学识、他的装备、他的研究的功夫、他的敬虔的程度。 被圣灵约束的程度等等都受限制，他有可能会在某一方面真理教导有所偏颇，所以我们要区分做神学和讲道不是一个概念啊。当然，当宣讲出来的道，听的人我们要慎思明辨。那你说我啥都不懂，比我们传道人不懂的多，所以他讲的我也不知道对错。真正渴慕神话语的人，认真读圣经的人，去虚心听道的人。 他也会明白哪些对，哪些不对，除非我们是别人的铁粉、脑残粉，别人讲的我连思考都不思考，反正他讲的都阿门。这个打个喷嚏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那、这个这个撒旦这个诱惑了亚当夏娃，亚当夏娃就吃了善恶果树，犯罪死了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然后下面也阿门，注意哈。 哈利路亚不能随便滥用，阿门也不能滥用。我听过很多这些传道人哈、啊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感谢主，是耶稣为救了我们牺牲，感谢耶稣死了，你就高兴呗，对不对？然后撒旦把这个约伯害得要惨，哈利路亚，那个有什么赞美主的？人家惨就值得感谢主呗，就是习惯性的哈，所以这种。 然后这种习惯性的哈利路亚的时候，下面还脑残的也不不分场合、不分时节叫阿门，类似很多，有些是完全错的话，牧师讲了一句平时一般的话，根本不是圣经的话，下面人是阿门，气氛是好，但是破了那个阿门用在神的话语上，表明对神的话语、神的这个认可啊，一般的事情上没有人说阿门。 今天早晨，牧师起来，嗯、呃，上开车上教会，嗯、呃，发生了交通事故，把一个老人家撞倒了。然后他不自觉的哈利路亚，然后下面人也阿门。一帮白痴啊，人家撞倒了你哈利路亚什么呀？万事互相效力，教二神的人得艺术，凡事心恩不错。你被撞倒了，你哈利路亚行啊？人你撞了人家，你哈什么利路亚呀？对不对？ 然后也不分场合，错误的哈利路亚下面人还阿门，这就是脑残粉哈，没有脑子，盲目的去接受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是凡事要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仅仅不做。所以牧师讲道我们不能藐视，但是我们有责任有本分，慎思明辨，他讲的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？一般信徒没读过神学，只要你正常的去读经。 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明白圣经当中一些教导的哈，除非你没有你带着各种偏见的话，不然的话也会。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一点哈，一定要留意这一点。所以传道人的讲道，信徒有责任慎思明辨，带着谦卑、渴慕、恭敬的心，但是要慎思明辨。使徒保罗，我们说多么伟大的使徒，上帝将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。 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，就感觉，就能感受到他他的对，呃神的旨意、神的话语的理解那种深邃和广博。有谁像他那样的著书那么广？十三卷新约的书信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称赞庇利亚人，他称赞铁撒伦家人，一方面称赞铁撒伦家人。起初我传道的时候，到你们里，你们并没有以为人的道，反倒以为是神的道。他紧接着说，这道的确是神的道。 运行在信主人心中，然后他对贴萨贴萨伦家人说：“皮利亚人贤于贴萨伦家人。”他曾经这样说哈。为什么？他们天天查考旧约圣经，要晓得我保罗讲的道是与不是。于是他们中间多有信的。为什么？保罗讲的道真的是忠于旧约圣经的，来自基督的启示嘛。所以他们中间就多有信的。保罗如果自尊心小有点问题的话，他们说把圣把圣经放放，往前看往前看。 我一个逗号你就阿门，一个句号你就哈利路亚，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，训练他们成传销似的，然后就是傻呵呵的，管他逗号句号该阿门不阿门就阿门就行，完全接受。保罗没有那样，保罗反而称赞他们做得好，做得好。所以他在铁撒罗家前书五章里面说到：不要藐视先知讲论，讲道不要藐视，但是要查验。 善美的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警戒不做，尊重传道人，讲礼拜的时候仔细听、认真听，但是也要留意有些奇怪的解经和教导的时候画上问号，慎思明辨，这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不要盲信，也不要怀疑传道人所有讲的，不管谁讲的都拒绝、都否认，不喜欢他讲的再好，法利赛人再假冒伪善，没有好行为。 他只要坐在摩西的位上，他讲的是真理，你们就有留意听，但不要效仿他们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这是耶稣教导的啊，所以整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对于这种人讲真理的人，管他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，还是这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，只要他吐出的真理，哪怕是仇敌，我都阿门。我说的阿门不是真的阿门，是接受。仇敌骂我骂的对我接受。 不因为仇敌说的我就所以否定，既然我不喜欢的人讲的，他所有的我都不要听。中国基督徒就是这这点哈、啊，我在网上遇到太多中国基督徒，都是红卫兵，都是一些亢奋的人，都是一些无脑、不冷静、缺乏思考能力的人。喜欢的人喜欢的一塌糊涂，说说不好听的这个脏话就不说了，他说啥都对。<laughs> 不喜欢的人说的再好也听不进去，这不是白痴吗？对吧？脑残粉，就现在流行的话就脑残粉啊，脑残的粉、铁粉，管他对错，就反正就喜欢你说的都是真理哈、啊。基督徒不要做脑残粉，慎思明辨。一方面留意真理，听真理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慎思明辨，不要盲目的拒绝一切，也不要盲目的信一切哈、啊。愚昧人是话都信哈、啊。 新约》里面就是慎思明辨的意思啊。